山草溪。那当然其实也不是只有雪山草溪啊，雪山草溪当然顾名思义在比较高海拔的地方，其实还有别的草溪。你们有看过草溪吗？草溪看起来就比潘木溪温和很多。潘木溪有一点凶，我不知道你看。你们知道？那你们知道潘木溪吗？潘木溪会咬人，你知道。但是其实就很像有人突然捏你一下，我觉得还蛮痛的，当然不至于有伤口了，就蛮痛。然后这个草溪哦，草溪咬人会很痛，我就会觉得很难过的。就是我有抓它，它咬我，然后我都不会痛，我就觉得没有力气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好吧？